我们的袁浩登，还有我们漂亮的佳琪，以及我们的爱晨，还有我们的姚元浩。是的，今天实在是太特别了。我们这个夜市人生两大美女，哇塞，每次要敲他们来都敲不到，哇，排队排了多久？排了两年多。其实我这个快两年多啊，夸张啊，才播出一年八个月，你看灌水嘛。我记得是四百多集嘛，我410集，各位，我看他还是来灌时数的。这个夜市人生的风光下档，对不对？希望这个支持夜市人生的观众朋友可以继续支持我们的八一。没错，紧接着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大家都知道的富鱼子。没有，哎呦，富鱼子有很多精彩的好戏，是的，希望大家一定要支持我们。好了，谢谢两位美女来到我们这边的。说实在，我们都看你在这个荧幕面前都是在演戏啊。是的，不知道歌唱的怎么样？哎，你看就知道啊。哎呦，到底练得如何呢？我们马上就来看看啦。第一组请就位，粉红加油！哎呦，粉红色对上粉红色哦。说实在话，我很期待你们两个到底谁能站上去，然后怎么唱。你知道，再怎么样都是一个惊喜。哎，你也对他们有点信心，好不好？各位天气之光啊，赶快来看啦，好不好？来，紧接着下来，我们第一组，就跑步位置，他是你叮叮下啦，来喽，来喽。题目是，这个很简单呢，太简单了。彤彤一下就冲出去了，对对，他招牌歌啦。请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怪兽，哎，怪兽，答对，怎么唱？有怪兽，有怪兽，有怪兽缠着我，有怪兽，大怪兽，丑怪兽黏着我，一口又一口吃掉我本来很愉快的生活。有怪兽，有怪兽，有怪兽缠着我，来怪兽，大怪兽，丑怪兽别烦我，再啰里啰嗦一脚踹到外太空。哇，答对，一是啊，你们拍一个强一点的好不好？我真的要讲，你知道吗？我腿那么长，你拍一个长短脚之恋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正要讲，爱晨在这边蛰伏了三个月，就是为了要来对付你。蛰伏了三个月，因为我们已经不知道要把它放在哪个角色里面。很多人以为我是演而优则唱啊，不，你都没有，没有。其实我是唱而优则演。你是唱而优则演，演则优而主持。哦，哎，主持人又以后要干嘛呀？庞哥，你到底收了他多少钱啊？不是，你知道有的时候场面话偶尔还是要说。是优秀的优还是优秀的优？这个是当做什么？你知道吗？鼓励他的，鼓励他，真的鼓励他。我们的爱晨是有他的实力在，只是很少发挥，很少发挥。好了，紧接着下来这一集的题目是，可以跟舞台剧。紧接着下来这一集的题目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唱而优则演，演而优再主持，哎，紧张过我吗？我吗？哎呦，在这边呢，我可以休息一下。来，爱晨，请告诉我们。这首歌的歌名是夜夜夜夜。哦，哎，夜夜夜，他不是第一名。夜夜夜夜，就是这首歌。夜夜夜夜，夜夜夜夜，你错，你确定他是第一名吗？请上台，真是的，来，早就叫你下台了，真是。这首歌是我们之前夜市人生的主题曲，对，哦，城里的月光。哎呀，对了，请问，好好听哦。么唱？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温暖他心房。看透了人间聚散，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？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守护。
喜你答对 ，yes。紧接着下来，这一题的题目是拼了，道远。啊，我知道这首，快点，快点。林道远，请下来，快点。元浩还是什么？姚元浩，请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是《忠孝东路走九遍》。忠孝东路走九遍，答对。请问你会唱吗？我忠孝东路走九遍，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，我从日走到夜，心从灰到老黑，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他。有人走的匆忙，有人爱的甜美，谁会在夜擦肩而过的心碎。哎呦，姚元浩，恭喜你答对 ，yes。紧接着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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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哎呦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同时，这个色。来，我刚才在下面看得很清楚了，是两位几乎同时踏上去，好不好？既然这样子，我们就老规矩啦。来，彤彤请上台，请面对面，剪刀石头布三战两胜，请彩拳剪刀石头布，剪刀三战两胜啦，哎，是不是困霸哟？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，佳琪，很遗憾，请过来我这边。我跟你讲，别怕，说不定他答不出来，还有上去的机会，好不好？你先把歌名想好。好，彤彤，这首歌的歌名是《你的微笑》。请下来，佳琪，请上台。彤彤这边去哪里？是我昏了。佳琪，请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歌名是《裙摆摇摇》。请问怎么唱？裙摆摇摇像只小鸟，都摇到自己开心乱叫。裙摆摇摇傻得不得了，让阳光晒晒我的头脑。裙摆摇摇像只小鸟。我还是喜欢自己的胡闹，裙摆摇摇，蹦蹦跳跳，要甩掉你和所有烦恼。Oh my god， 佳琪恭喜你，好听的答对 ，yes。接着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 ，my guy my guy， 好，别怕，你真加油 ，yes。哎呀，来，这台语歌你不会唱啊？以真，请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歌名是。其实我只是想赢而已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可以。喂，还是要猜一下台语歌嘛？回乡的话。哎呀，请下来，你会吗？会。艾辰，请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歌名是《流水年华》。哎呀，哦，对啦。怎么唱？年华似水流，转眼又是春风柔。层层的相思也悠悠，擦相逢寒露更浓，千军招，万摇包重，期待他日再相逢。哦，期待他日再相逢，共度白首。唱得真好哎！哎呦，没办法，艾辰恭喜你，好听的答对。赞赞，艾辰赞。接下来这题的题目是，这是太难了吧？这什么歌啊？林道远，请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歌名是戴爱玲的《泪格》。啊，对了，哦，泪格，
怎么唱？你听了很多，你说了很多，你都没有错，错在我太寂寞。谁痴心痛彻，谁存心交合，不必再挑拨。我现在只想着请你答对。哎呦，紧接着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。快，嘉欣！哎呀，哎呦，差一点，你先的。你先的，那你是会不会？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不是，是加油加油！你不思议。哦。请问怎么？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想念你，才会过了前的声音，炽热孤单变浓郁。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那么想念你，也和我对这爱抒情的演戏。嘉欣，恭喜你，好听的答对 ，yes。紧接着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。所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，这回高宇真将使用。这题的题目是。哇！先踹他一脚。怎么会有踹人的味道？真是有姐妹啊！而且他还用高跟鞋直接踹他的脚踝啊！他先不穿的杨爱美上身。如果在网上踹怎么办？因为那是七点半到八点，而且那暑假期间哦，有很多小朋友。没有那个姐姐，她不是她不是坏人，我不是坏人。对对对，他们是好朋友，是好朋友，不可以这个样子哦，他们是好朋友。错误的，错误的。对。是的，我可以猜歌了哈。雨珍姐，请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歌名是《女人花》。哎呀，经典啊！请问怎么唱？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，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。若是你吻过了花香浓，别问我花儿是为谁红。爱过之前这题的题目是，你这小胖腿跑得还蛮快的嘛。林道远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感恩的心。耶！好用，这好久以前。请问怎么唱？我来自林道远被设计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今天生日啊！为了让他有一个永生难忘的生日，制作单位的整人游戏又来喽。没错，这一群人七嘴八舌的在讨论要怎么整道远，但是又不能被他给发现，所以真的会坏耶。你摔错了，摔错了，摔错了，摔到真的。上次按上一直没有忘，这是这是要坏。他们就决定这么做。这样。
什么要穿那么多自己的号码？六万，他真付得起。六万他付得起。来来，赶快录啊，快点。拿先唱啊，先拿先唱，先拿先唱。今天咱们的麦克风可是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哦。先假装道远的麦有问题，让阿庞帮他换一支。就在阿庞拿新麦给他的时候，不小心松手让麦掉落在地上。当道远得知要赔六万时，还能够继续把歌给唱好吗？请问怎么唱？天地虽宽，这条路却难走。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，我还有多少爱，我还有多少泪，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。感恩的心，感谢有你帮我朋友，其实今天是我们道远的生日啊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那你今天麦不用赔了，麦不用。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，电视机前介绍一下你的 family。这是我阿妈，阿妈，然后是我阿公，还有我的姑姑。哎，姑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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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姑姑。表妹，你的家人都好瘦哎。姑姑是常常道远常常提到，还有阿公阿嬤都是道远口中常常提到的。前阵子奶奶这个生病了，生病不好哦。然后那时候我们正在拍戏啊，是没错。然后呢，也在当时也在这个现场主持过。那时候我们那个监制跟制作人呢，好担心她。对啊，阿姨就很坚强。真的把所有的工作做完之后跟我们讲说奶奶生病哦，她那几天呢都一直努力想把她说哦，她长大了要把工作完成，然后担心家里面的事情她自己来承受，没错，就乖了，对吧？其实道远他也是从小都是阿嬷跟阿公带大的，没错，然后跟着姑姑一起这样带大，到现在长这么大，哎，趁这个机会紧的，无先这无先你对一下派爷啦，老板看嘛是爱老板，感触很深啊。道远也辛苦，你们大家都辛苦啦。其实道远很善良，他从小就很孝顺，是，他一直都很努力，他要想要走他的路，我们都会鼓励他。啊，你怎么那么放纵他，让他走这条路呢？你看他走这条路，走得哭成这个样子。我以为你要讲说阿妈你哪家这么放纵，他还加贼，给人个体验。谢谢你们大家都这样的关心他，与他同这样子来在这个工作上哈，与他互相这样帮忙。阿妈今晚身体有卡好不？有。阿妈加油呢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阿公，我问你一个代志啊，啊，你有发现最近？导演爹爹拢无咧厝诶哈，对吧？他是不是交女朋友了？我夸你干嘛啊？还有一个哈，我可以讲吗？导演是今天是国历生日，国历生日，他的农历生日是跟阿公同一天。哎呦，那就是注定就是来要当阿公的孙了。阿公也是，哦，这是导演的，你女儿是不是？子女吧，我也在门啊，应该是子女了。子女啊，是的。你要不要跟叔叔说生日快乐？生日快乐，哥哥生日快乐，哥哥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来，道远之后跟大家讲几句话。我们说实在，今天哦，要整你也于心不忍呐，对，好不好？干脆今天就温馨一点点。最近也很辛苦啦，希望大家能够一起走吧。来，生日讲几句话。来，
其实这次我一直觉得都没有时间跟家里过到生日，因为他们早上还在家里帮我庆生，然后买了一个蛋糕这样子，然后就好像大家都没有时间聚在一起，因为都在高雄那边嘛。然后很谢谢爷爷奶奶，还有姑姑，还有妹妹，对，然后我爱你们，然后虽然爸爸没有办法孝顺你们，那我会把他的份一起孝顺你们。哦，太棒了！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。我希望全部的人，加上有在看节目的人，身体都能够健健康康的。然后第二个，新兵进行曲收视率节节高升，今年能够金钟奖，我们一起走星光。一二，等一下还不能吹啊，因为还没有宣布刚才 KTV 的成绩啦。请帮我打一下，打哈！来，这是全国，喂，向全国观众朋友报告一下啦，我们今天的这个 K 歌王的成绩呢是5-4，彤彤队是5分，元浩队是4分，但是今天呢，我想在这么温馨的日子也不要分胜负了，没错。今天真的很特别，我们要很谢谢阿公阿嬤，谢谢阿公阿嬤，还有姑姑跟妹妹来到我们这边，然后帮导演一起过生日，过生日。好，林导演，真的，你现在真的可以许愿，赶快去，先吹先吹再许，快点吹，吹才会成真哦，快灭掉了。朋友，请你每天礼拜一到礼拜五7:30到8:00一定要准时收看我们的新兵。